史的见证。我们追到极光了，莫曼斯克。俄罗斯可以看极光，没听过吧？我们到了北纬大概有69度这个位置，那我们台湾现在一般看到的都是在60度左右，以一度差111公里来讲，我们深入了1000多公里，在我们这个区块7点以后到12点是它的高峰期。没有到什么凌晨几点，我们大家每周三晚上10点，爱玩客带你环游世界。对极光没有。